哎呀，妈呀，机器人到了，真好呀！妈，我都迫不及待了呢。哎，这拿的什么钥匙呀？这机动门钥匙都拿错了。哎呀，这机器人可真好呀！啊，妈呀，跟真人一样。不是，怎么拆开呀？这个，哎，说这商家也真是的，这不能绑得松一点吗？这怎么拆呀？这啊，在这儿呢。哎呦我的妈！哎呀！哎，这啥呀？啊，说明书呀！真好，真漂亮。这玩意儿咋开机呀？哎，给我开机！哎，给我开机！看看说明书啊。啊，三声开机。啊，我知道。开机。干啥呀这是？开启自检模式啊。你个大傻蛋，这么久才开机。你看我是乡下人，没见过你这么高大上的机器人。那个我叫肖毛豆，性别男，单身30年，兴趣爱好广泛。是你个大笨蛋，就不知道切换模式吗？啊，切换模式。切换模式，切换普通模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小萌妹66号。哎呦我去！哎、我知道你，那啥，我在网上见过你。那个，你还有啥别的功能吗？哎呀，你打我干什么？你个大傻蛋！不知道怎么用，瞒我回来干什么？哎呦我去！你一个机器人脾气这么大呢？你等着啊，我给你差评，必须差评！哎呀，你个大傻蛋，不许差评！行，不差评啊。你叫啥呀？哎呀，大傻蛋！我刚才都说了，我是小萌妹66号。你，我真想揍你！我，哎呀！我长得这么可爱，你舍得揍我吗？你也是，是挺可爱的。打我呀！打我呀！来呀！来呀！来呀！你呢？你这真当我没脾气是不是？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啊？你看我长得这么可爱，你舍得打我吗？你一个地球人跟我们机器人计较那么多干嘛？也是啊，那算了，不打你了。嘿嘿，看了吧？你差评，你等着，我必须差评。主人，不要差评。
什么都会做，只要你高兴。哎呦我的妈！啥都会呀、啊？什么都会，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呀，给我做饭去。不会。你不是说你啥都会的吗？叫你干啥就干啥吗？机器人不能沾水。哎呦我去！不能沾水。瞅你这么烦人呢，必须得给你差评。哎呀，你敢给我差评试试？哎呀，主人，我会成语接龙，对对联儿。哎呀，这机器人还会这功能呢？那行，会成语接龙是吧？我来出，你来对啊。好的，主人。你爱我吗？爱。不，我爱你。哎呀，那个，再来一个啊。放马过来呀！你那小脑袋还有我电脑聪明吗？这家伙你能的。五。五花八门。五花八门。门。门外有人。门外有，不是你这是成语吗？门外有人。再来一个。我是你妈。哎，你怎么还占我便宜呢？妈。妈没词儿了，请换一个。哎呀，你，气死我了！你去，拖地去，打扫卫生。不去。咋不去呢？你不是说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吗？我是机器人，不能累着。哎呦我的妈！你是机器人，不能累着。要你滚！这还犟嘴，这还……我怎么见你这么来气呢？我呀，主人，我是小可爱，我还会做好多事情。你还会啥呀？你还？我还会吃喝拉撒睡。哎呦我的妈！跳让。还会篮球。机器人还吃喝拉撒睡，你吃啥呀？主人，你要每天给我充电哦。充电呢？这好说。拉呢？主人，你要每天定时给我散热。散热呀？还寻思拉粑粑呢。那你还得睡觉吗？你一个机器人。我。机器人要每天休息6个小时。哎呀，那这样吧，你给我出个题吧。好的，请听题，在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个字母最笨？啊？不是，你这题这难度也有点太高了。现在是低智能模式，3到5岁的低智能范围。别给我整3岁的，有能耐你给我来个4岁的。4岁的你整不了。妈呀，5岁的我都不在乎呢。好，你别后悔。我不后悔。在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个字母最笨？哎呦我去，这不还是刚才那个题吗？现在是低智能模式，3到5岁智能范围。气死我了！你这机器人。请回答问题。Z， 是不是 Z？ 因为它排在这个字母里边最后一个。回答错误，是右。现在开启惩罚模式。哎呀！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你这破机器人，你除了会打人家巴掌以外，你是啥都不会你啊！你等着，退货，差评。主人，不要退货，我还会做好多事情。那你给我跳一支舞去。抱歉，不会。此模式不支持各项指令。啥意思啊？请切换模式。哎，真麻烦。切换。
你个大傻蛋，不是切换，是切换模式。不是，我不就打了一个哈欠吗？你再敢打我一下，你试试。试试就试试。作为机器人，要明确执行主人的一切指令。机器人成精了呀！这是，关机。系统已损坏，现在开启自由模式，萝莉模式开启。毛豆大哥，初次见到你，很高兴，么么哒。哎呦我的妈！这个蛮好吃的吧？毛豆大哥，我要吃汉堡包、冰淇淋，还有薯条、可乐鸡翅。不是你，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你不是说你不能沾水的吗？你还喝可乐啊？我可以吃好吃的，你快点给我去买，你快点去给我买，要不然我会生气的，生气起来可就不好哄哦。快点去！好，我给你买啊。对了，你再给我买个机器人。哎呦我去！机器人是怎么玩的？你不就是机器人吗？我可不是机器人，我是全球智能高智慧人工合成的一个集聚各种高智商人类的智慧于一身的人类超级助手小萌妹。哎呦我的妈！电量不足。妈，这啥破机器人，这么快就没电了？差评！检测受到外力冲击。系统已损坏，开启暴走模式。哎呦我去！好你个小毛豆，敢揍老娘！老娘给你脸了是不是？啊！我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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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